对吧？基本型是这样，乘三倍，你只要抓几个重要的点，一零这个点会不会被拉开？不会，对吧？这等级是零，你乘三倍等级还是零啊，对吧？那如果是这个点呢？你看这个点上去，对不对？上去是这么高，可是我现在乘三倍，它会怎么样？被放大三倍嘛，是不是被拉高？所以来这里一、二、三，大概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样没问题，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点？对，这个点就会被拉上去，拉到这里，懂这感觉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伸缩的概念。这个点也是哦，来你看，它本来是这么高，对吧？然后把它等级乘以三，所以就往上喽，二三大概就这么高。OK 哈，那如果等级是负的啊，比如说这里，它是往下这么多，然后你乘以三，它会往下更多，一二三，哎，二三，大概在这里，好。那你就拿出你的笔哦，来，这个要怎么描？就这样哦，上去，然后这里怎么样？下来，哎，到底会不会画图啊？所以这个画出来就是这个家伙，这样可以吗？伸缩而已。哎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眼神有没有问题？真的可以吗？你们好像觉得这很简单，那礼拜四真的不考试吗？真的不考？隔壁班要考，我们班真的不考了，太奇怪了。我们再画个图吧，我觉得今天的课程哦，再画个图应该就慢慢的可以结束哦。你翻到94页来 ，Hello， 翻到94页 ，Page 94。他跟你说，利用 y 等于负的 log x 的图形，要你画下面这个图 ，y 等于负三倍的什么东西 ？log x 的图形，哎，哎，请问你啊，这个该怎么办呀？这个 a。如果有同学真的不太会画，我觉得啦，如果你不太会画，我不太会用伸缩看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描点的方式，比如说我描一次给你看好不好？因为这种东西都算很基本功哦。来，你看哦，我慢慢画给你看哦。哎，都，来，这里是 x， 那这里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负 log x 对不对？负的 log x。然后这里是负三倍的 log x， 哎，我们就找三个点就好，不要找太多。哪三个点？来问那个黄子珊可以吗？黄子珊在哪里？哎，子珊，我问你哦，找哪三个点就好 ？x 找多少？对，我们现在底数是十，那你觉得找哪三个数字其实就可以？十嘛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如果 x 等于十丢进去，这里是多少？一还是负一？应该是一吧，但是它前面有个负号，所以这里是多少？负一。好，那请问你它会是多少？负三。哎，这样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再讲一次，如果你不太会，你就用描点的也行啊。然后再来，这里要画什么？哪一个点？一。一的话，这里是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呢？零嘛，也是零嘛，对哦，哦，慢慢来哦。来，那第三个点是谁？十分之一。那如果是十分之一的话，负 log 十分之一是多少？一。啊，这里是多少？三，对不对？其实同学你就大概描个点就行了吧。我们来画图哦。好。哎呦。一、二，哎，我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笔来画哈。第一个我想想看哦，哎，十负一是不是啊？算了算了，这个比例哦，我们就随便抓一下就好了，不要抓那么准啊。
十就假设在这边好了，然后十负一是不是？好，负一在这里，所以十负一底掉底加，好，然后再来是一逗点零哈，一逗点零，假设在这里好了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我们就画一个大概，然后十分之一逗点一，哦，大概在这里，好，十分之一嘛哈。所以这个图画出来是怎么样呢？是这样哦，哇，它是一个溜滑梯的形态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，可以吗？这是 y 等于负的 log x， 没有问题哦。换一个颜色吧，我用紫色的哦。来，你看哦，紫的话现在是负三。其实同学很容易理解哦，为什么它会从负一变负三？因为它这里是事实上它是乘了几倍，乘了三倍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下面这个是上面这个的三倍嘛，对吧？三倍嘛，所以事实上就是 y 坐标就乘以三啊，所以你看负一是不是变负三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哦，负一变负三，来我抓一下哦，往下对不对？哦，负一、负二、负三，大概在这里。好，然后这个点不会动，然后这个点呢，乘三倍哦，所以会往上喽，一、二、三，待在这里，所以你画出来的图会长怎样？会长这样哦，糟糕，这个图哦，来大概是这样吧，然后这里怎么样？这里是这样，诶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家伙是 y 等于负三。log x 的图形是不是这样子？欸，懂不懂啊？问雅琴你还行吗？欸，这样慢慢教有没有听懂？欸，我们是数理哦，低度数学需求对吧？我们都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就这样把它讲清楚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今天大概可以到这边就好。又得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大概先到这边，大家辛苦了哈。